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乔老师。腰椎间盘突出啊，是很多打工人的通病，因为长期久坐或者是长期开车，就会造成我们的腰椎这一块呢压力非常的大。那如果说你有伴侣的话呢，晚上呢可能还要亲密一下，那这个腰啊真的是受不了。如果你是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原因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使用到一些特别费腰的姿势去啪啪的话呢，那么这里乔老师呢给你一个建议：腰椎不好的男性朋友啊，选错了姿势的话呢，可能会让你的腰痛呢雪上加霜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亲密的时候，有腰部困扰的男性朋友呢，我建议你使用后入式。而如果你是腰椎不好的女性朋友的话呢，那我建议你使用侧入式，因为这两个动作呢不会太需要你的腰部发力，你可以用你的臀部和你的肘去代替你的腰部发力，这样子呢可以减缓掉它的压力。有腰部疼痛困扰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想要知道更多的姿势技巧吗？找我的助教就对啦，科学谈心，关注我吧。